些壁画，似乎是记录着当年三族大战之时。当年为争夺酒泉，三族历经千年风雨。兽族败北，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事。天魔，你魁宇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